划了。啊完美的旅程，亲和力隐藏关卡，女孩们，司机罢工了，你们将分为两组向民众推销新专辑，真的赚取回台北的旅费，限时30分钟，一组必须卖出。我们团众的那些当下其实都是最真实的我们，回顾的话就会笑到不行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，然后也很尽力的在完成这一趟旅程，然后呢也敬请多多期待我们之后的小企划，可能工作人员会想到什么惊喜的企划，就要继续期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。